盆土豆自从上次给它加了土施了肥之后又长大了很多，昨天我在给它松土的时候我发现它长了很多这个小土豆出来，但是这个土豆都长得比较靠上，如果不继续给它加土的话这个土豆就很难长大，所以现在决定再给它加一次土。大家看到没，这就是一个小土豆，给它盖高一点土让它长得更大。这盆无花果种下去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现在冒出了四个非常强壮的这个芽出来了，尤其是这个被这个薄膜裹着，它都把这个薄膜给撑破了长出来了，实在是太强壮了。现在为了让它长好一点，我就把这个薄膜给它取掉。这个芽之前是被这个薄膜给裹着的，它把这个薄膜都撑破了长出来了，所以说它的这个生命力多顽强。为了让它长得更好，现在我就把这个薄膜给它摘掉，慢一点。 OK， 哎呦哎呦，这里给它撕开来。盆栽的话一盆留三四个芽就足够了，我的这个四个芽我观察了一下，刚好它们不会相互影响，这个往这边生长，这个往这边，这个往这边，这个往这边，所以底下这些新长出来的这个小芽就把它抠掉，不要浪费营养了，就这样。